一对情侣骑机车双载后座女子不断回头，警方觉得怪怪的，拦车盘查查到通缉犯。女友很担忧，狂问警方男友怎么了？直到男友要被逮捕，居然开始撒娇，使出奶功。啊，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？规定看是不规定了出来啊？ 35岁男友是毒品通缉犯，女友不断向警方求情，拜托警方网开一面，但警方淡定执行勤务。啊！不能等我一下。我辛苦没在管。你就在旁边一点呐。不能等我一点呐。女友不断跳针求援警方过男友一马，发现撒娇似乎没用，居然搬出妈妈求救。啊！打给妈妈呢。 男友在台南吸毒被逮，但搬到高雄没有收到地检通知，变成通缉犯。女友对远警撒娇狂奶，但这招真的没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男友被上铐带走。记者黄炫宏赴人高雄报道。 我是哈远怡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怡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